好，大家好，今天是2023年8月31日哈，今天星期四，我们今天又来这个吃播啊，来探店。这是我们拉斯维加斯呢还算比较有名的一家西餐店。主要有名的原因就是贵啊，哈哈，这个它正好好像是有这个从日本，他说是从日本坐飞机过来的神户牛排。然后呢，反正价格还算好吧。300美元4盎司，然后呢，当然你也可以再往上加啊，往上加，反正它就你就加1盎司75，就这样。然后呢，它本来这个神户的它应该有4种的和牛的，但是它现在今天就是倒霉只有一个，我们就点了一个，然后点了另外一个呢是美国当地的这个和牛。他说呢就是美国这边坐那个，他说那个神户那个和牛呢 ，Kobe 的那个是真正坐飞机从日本过来的。啊，另外一个呢是美国当地这个比较便宜，美国当地的这个呢好像是130美元，130美元一颗，那个呢是300美元一颗，我们一会儿可以试试。我们今天点了一颗呢，美国当地的点了一颗，那个是本来想点两个神户，点两个，他说神户它有4种，现在只有1种了，1种那就算了，就这么个意思。然后点了一点酒试试，他这儿酒比较夸张，开瓶酒5000-6000、7000-8000的都有，好像是吧？有7000多块钱，7000多美元的一瓶的酒，啊，那个我也没开那么贵的，我们虽然来了一点点，那个就是一般的那种，点了一杯，一会儿可以试一试，好吧？等牛肉上来看看牛肉吧，然后点了一个前菜，点了一个配菜，那就是反正就是正常的牛肉，老美的，是吧？是。Thank you。好，我的酒上来了，是一杯荔枝鸡尾酒，好不好？尝一口，你知道，他问我喜欢苦的还是甜的，我说喜欢甜的，那是那件甜的。我老公吃不了苦。你老公太苦了。老公本身就很苦，尝一口。你们比较适合女生。还是略微有一些苦。对，它那个酒是苦的，它拿荔枝去盖它，对不对？但是荔枝还太新鲜了，它是真的拿鲜荔枝，它如果调了色素的话，反而是甜的了。它用了鲜荔枝，所以有一点那什么。还不错，真材实料，是吧？真材实料，这个还可以。好吧，等一会儿牛肉上来再说吧。好。我看了一下他餐厅的这个酒单啊，差不多，你看2020年的这一瓶酒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呀，5876。开一瓶，现在不是最贵的，这有7560的、7200的、6413的，这上面还有7789的，这是2015年的一瓶酒，应该都是红酒，好像是，啊，现在不知道是吧？而且是美国的红酒啊，该不是这个进口酒了，是美国的红酒啊，那也有便宜，有便宜，看600多一瓶的，有1400一瓶的，那有贵的有5000多一瓶，7000多一瓶的。好吧，反正了解一下这餐厅。这餐厅，在我们当地还算不错的一个餐厅，好吧。这是他们前面送的面包。老外的餐厅吧，一般都会就是吃饭之前送你个面包。面包看还不错啊，我们来接一点尝尝啊。给我老婆也切一块。老公，你真好，谢谢你。还是蘸着这个是不是？对，抹一点它的这个黄油。不想下手。不想下手。老美是不是就下手吃了？对，下手撕。但是太油了，这东西，弄一手。我觉得这个用刀可能更好一点。好，试试看怎么样啊。给面包来个特写。Brioche。你别说，猫儿良心说啊，的确挺不错的。它里边油搁的特别大，之后出来弄得特别香。它里边搁了很多很多的油，比上次咱们吃那个，比那油还大，我觉得。你能看得出来？要不你尝一口？对，能看出来。它油特别大，就油大了之后导致特别香。没有。它里边我觉得就半份都是油。好，我尝尝。
粥是吧？但是他说好像除了这个玉米以外，还搁了黄油什么的，是吧？他说有黄油，还搁了肉汤，好像是。Crab meat。哦，蟹肉。啊、哦，对，搁了蟹肉，搁了蟹肉啊，搁了蟹肉，搁了黄油，是吧？嗯。就是老外的玉米粥，这玩意儿挺好喝的，对，挺好喝的。不错，很鲜，嗯，也很不错的。好，上来了啊！这个就是300美元一份的神户和牛，好不好？我们看看怎么样，好吧？上面应该给了一块蘑菇，哈哈，我们看看去。杏鲍菇。嗯。这是酱油，他说。是吧，我蘸一点尝尝啊。好，来个特写。还好吧、啊、跟那个韩国烤肉加那个和牛要差不多、就是、那可能都是这东西，对，都其实差不多。你要不你尝尝。行，也许可能更肥一点。来，我蘸点酱油尝尝。好、啊、你吃了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还不如韩国烤肉的好吃，说实话。我觉得差不多吧，差不多，也不能说不如。韩国烤肉那也是，它也是那个 Kobe style 嘛，它也是神户和牛嘛，是不是？嗯，但是那个味道好像更适合我这个中国土妞，这个味道好像太欧洲了，我不懂，太美国了。是这个，这是他们、啊、这个这是美国和牛，对，美国本土的，啊，好吧。咱也吃过那个本土和牛的烤肉，这个说实话都吃不出是和牛来的。哦，吃的跟普通牛肉差不多。来个特写看看长啥样。还是我吃的边上这块有点太。来中间一个尝一尝。我来中间那个尝一尝。啊，你就剪最中间的。觉得怎么样？好吃。嗯，对，这我是说像和牛吗？有点像。哎，有一点吧，有一点。嗯，边上那块差点啊，中间的还有点那意思，是不是？但是不能说好吃是好吃的，对，这是肯定的，这没问题啊。我不是说不好吃，我只是说吃的好像这个是特别和牛，是不是？这个跟他那个就是吃那一嘴就那种和牛的那种感觉。哎，就每一个细胞都散发着那种东西，但这个差点。你要不跟我说这是和牛，我吃不太出来，就是这个，牛肉对吧？对，就普通的牛排，跟 sirloin 啊什么之类的那个菲力，就是那意思，菲力就这意思了。对，你吃不吃和牛来？但是这个简直就是那种在嚎叫的那种和牛，对不对？这个的确是这。对，不对，也好有一个这个比较一下，要不然你都感觉不出来，是吧？嗯。好大一份土豆啊，晒的。土豆泥。对吧，土豆泥。这个真是特别特别和牛，是吧？哦、这个，反正就你300块钱这一份吧，也 OK。这是我的手。但我跟你说，说实话。说实话，我更爱吃这个。它这个和牛的有点怎么说，太肥，我觉得。哦。它太腻，这个好像更牛肉一点。哦。那你都可以吧？嗯。吃着玩吧，吃着玩。这儿快尝尝。
这上菜挺好吃的，应该吃了很多这个肉的这个油在里面，很香，很香。好，我把甜点上来了，好不好？也是一个就是看着比较那什么。好，那尝尝看味道怎么样？嗯，就是它的这个 brownie 应该是。啊、嗯。那、嗯、还不错，还真的不是那种老美的那种死甜那种。是吗？对，它不是很甜，挺好的。老美那种死甜死甜的，但是对我们华人来讲已经算甜了，但是对美国人来讲真的是不甜。他们说，就是华人或者是亚裔对于美国甜点最高的评价就是不太甜。太甜。而且它是那个三层的，哦，三层的它其实有点像提拉米苏了，啊、嗯，或者慕斯 cake， 它还不是怎么着，它三层的，你在那边剥开，哎，剥开，你看，剥开之后你就看到了，啊、哦，那其实应该算个慕斯 cake 吧，哦，对，对，不错，好吧，味道还不错，嗯，是吧？